何何以干？我十万大军再无人能阻挡，顷刻就可以兵临蒲坂城下。可惜啊，靖安王府的老王爷没来，却只来了个小王爷。虎父无犬子，河下少有威名，早已为燕立下赫赫战功，不得大意。是。 白姑娘到了，婷婷姐姐，婷婷，援军来了吗？十万大军稍后即到。少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 平亭，援军根本来不了对吧？大王口谕，死守蒲坂城。这怎么守呢？这城里的守军只有8000，敌军号称10万，这敌众我寡，仗怎么打？少爷，请稍安勿躁，平亭自有办法。 全军听令，准备开战。
北杰，你敢不敢一个人出来与我一战？怎么，你怕了吗？让你与我单独一战，你都不敢，你如何统帅三军？王爷，此乃激将之法，调虎离山之计。河下诡计多端，咱们要小心呢。兵不厌诈。少爷，以我琴声为号令，娉婷观天象，今日午时三刻必有大雨降临。即使少爷只需将楚北杰引入河道，敌军不攻自破。以我琴声为号令。将楚北杰引入河道，敌军不攻自破。
北捷，有本事就破城啊！先带大军在十里外扎营，安顿好之后，单独去长子城与我会合。默然得令。去。晋人终于退了。开河淹道，雨注水势，这天时地利，平平，真的被你算尽了。陛下临时派你来打这一仗。到底居心何在？嗨，别想了，我不是有你吗？替我出谋划策。反正他禁军已经退了，外患已除。不，他这次退得太容易了。少爷，楚北捷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知道。就算我爹年富力强之时，胜算也最多五成。这就是开河烟道计策虽妙，但也只是机缘巧合。传说中的战神楚北捷，怎会因为一次巧合就即刻撤兵？他们进军主力无损，而我们又全无援兵。楚北捷只需要重整旗鼓，等洪峰一过，不出三日，就能将我们活活吞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的就撤兵？这次我们胜他们败，怎么想都那么的蹊跷。少爷，平平还是安心不下，还请少爷暂不要还仇。行了，你别想那么多。少爷，我说的这些你心里可都明白？我都明白。可是如果不回朝，
我爹娘怎么着？新王刚刚登基，本来就忌惮我母亲长公主在宫中的地位。新王他恨不得我能战死沙场，他就可以接管兵权，拿下我父母。本来这次我靖安王府可以不出兵的，但是国难当头，我们不得不出兵。婷婷啊，我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但我只能进不能退，只能胜不能败。好在这次打了胜仗，班师回朝，我想燕王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亲率100,000大军在燕境500城外与城内8000燕军对峙，本欲一举攻下500，直捣燕都长子城，岂料城外突降暴雨，竟导致山洪沿早已干涸的护城河倾泻而下，瞬间将我军将士冲散。大将军唯恐此战有违天意，遂下令撤兵，现已在500城外驻军休整。10万兵力对战8000，居然敢临阵变卦，不战而撤，楚北街好大的胆子！请陛下息怒，大将军心思缜密，谋略高超，带兵作战多年，全无败绩，绝非鲁莽之人，必是另有打算。还请陛下再等等，兴许有什么变化呢？变化？区区一场暴雨，就让我10万大军在8000的残兵之下吃了败仗？若他不是楚北街，寡人此刻已经要了他的脑袋。别说是暴雨洪水了，就算天上下的是刀子，水中流的是毒液，他都必须给我杀过去。谢太尉，传寡人旨意，立刻派人发加急举报给楚北杰，不管他有什么打算，必须立刻反攻，直捣长子城，一举拿下大燕。不若再败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命令大军后撤10里扎营之后，以单骑孤身潜入长子城。他去做什么？大将军并没有交代。他一个人。陛下，别来无恙。就是个外姓的王爷，陛下，你说他这算得了什么？楚北杰，本王已按与大晋晋王之约派河峡府500营干，但你10万大军竟敌不过他孤军8000，实在是太可笑了，倒是本王高看你了。此役河峡大胜，陛下怕是比我还难受吧？晋安王府又添了新的军功，此事整个长子城街头巷尾人人歌颂，百姓只知长公主晋安王而不知道陛下。晋安王府如今已是人心所向，
陛下，你这新王的宝座坐得可稳当啊。给小君王贺喜，陛下亲自出营，请小王爷速速谢兵觐见。陈和侠拜见陛下。小金安王骁勇善战，时有乃父之风。快快平身。谢陛下。蒲坂一战赢得漂亮，本王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重重赏你。来呀，赏小金安王美酒一杯，宝剑一柄。陛下龙体，臣不能在陛下面前持兵器造次。有何不可？陛下，这就是墨黑宝剑。不错，墨黑宝剑以千年寒冰玄铁所铸，常年低温，寒气逼人，被此剑所伤的伤口周围渐渐变黑，难以愈合，即便是小伤也能置人于死地。姐姐，谢陛下。走，随本王进宫，好好的喝一杯。陛下，如今刚刚班师回朝，我还是先回军营处理好军中事务吧。怎么，本王与你叙旧，难道还有人敢有怨言不成？这，参见陛下。小王爷，长公主病重，还请小王爷速速回府。陛下，臣率兵在外，久未归家，如今母亲病重，臣迫切的希望可以回到府上照看母亲，希望陛下恩准。自然是长公主的身体要紧，回去吧。谢陛下。这晋安王府也真是越来越嚣张了，就连陛下亲自出城迎接都不给面子。立即命守在宫中的三千禁卫军出宫追击，传我令，何侠私藏手牌，假失军令，蒲坂城一战实属欺君叛国，靖安王府全府查封，相关人等一个都不要放过。那个叫白平亭的侍女，留下活口。是。这，这，这，这。我娘她怎么了？长公主殿下平安无事，若不是陛下刚刚出城接人，我也不敢斗胆称殿下病重。平亭探知，
陛下在宫中集结了3000禁卫军，怕是少爷这一去凶多吉少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我已安排好王府上下的人先行撤离，现在我们就去五老峰与他们会合。这燕王真是卑鄙。别担心了，看看你，担起心来都不好看了，不好看，可没人娶你啊，只能我娶你了。平婷，虽然你是我府上的侍女，但府里上上下下没人把你当侍女看待。我跟娘也商量过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我就娶了你。少爷，你不愿意？平婷从小被静安王府收留，我是罪臣之女，若不是长公主好心收留，怕是也活不到今天。平婷早已认定自己是静安王府的人，不管是为奴也好，为妾也罢，只要能留在静安王府，都是平婷的福分。少爷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平婷在此谢恩。别谢恩了，当年是我娘收留你，你的下半辈子就由我来照顾吧，我一定让你平平安安的。禁烟征战多年，死伤无数，百姓苦不堪言，陛下新承大位恐有不知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大燕会外忧未除，内患已生，失民心者失天下，这一场仗我们真的要继续打下去吗？我给你机会了，这场仗是你自己没有把握好。我是不忍见到百姓再受战争之苦，只要陛下铲除静安王府，无人挑起战争事端，我自然保你平安，此举能让你内忧外患皆可解除，那岂不一举两得？你是要逼本王亲自动手？这是陛下自己的家务事，陛下责无旁贷。我军就驻扎在蒲坂城外10里之地，伟杰，静候佳音。王爷，燕王宫中的伏兵已尽数出击，可是静安王府好像提前得到了消息，已经全部撤离，去往五老峰的方向。倒是个料敌于先的人物，看来单凭燕王一人之力难以成事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晋安王府不出，终究夜长梦多，我们救助燕王一臂之力。默然得令。
这不是我们要去的路。这是要去王宫。停车！停车！靖安王持剑闯入王宫，分明是想行刺陛下，犯上作乱。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围住了，你死路一条，还不赶快缴械投降？哼，这位将军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众将听令，一斩贼子，杀无赦！我绝对没有谋反，是有人陷害于我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事实，难道说是我陷害你吗？如果我谋反，我早在边关就谋反，何必回来自投罗网？解释的，这是要赶尽杀绝的意思。陛下有令，屠杀何侠，活捉那个女的，杀！披风给我。你干什么？靖安王府对娉婷有恩，如今王府有难，我自当回报。娉婷愿替少爷引开追兵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我引开追兵了？给我。王爷和长公主还等着你胜利而归，我只不过是一介侍女，就算被抓住了，也就受点皮肉之伤，不会有性命之危的。我会设法逃脱，去五老峰找你们。这。
长公主，到了。王爷，怎么了？不要出来。来者何人？晋安王殿下，三年前晋燕之战你惜败于我，可还记得在下？楚北杰，好久不见，王爷别来无恙。是你和慕容素串通一气，要害我全家？奇怪吗？当年在战场我放你，是因为你承诺晋安王府从此之后不再参战。可是你出尔反尔，两个月之后再次开战，不断攻我城池，掠我土地，我大晋百姓吃尽你的苦头，晋安王的大名如瘟疫一般，引得闻风丧胆。若不是这两年你疾病缠身不上前线，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一路杀到蒲坂城下？主谋以为，只有晋安王府彻底消失，燕晋才有止战的可能。而你们的新王，为了能稳坐他的宝座，也深以为是。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讨回三年前你欠我的一条命。其他人与此事无关。王爷，公主，带长公主走。王爷，走。是。走啊，长公主。长公主。王爷，走啊。军对垒，撤回王，拿命来。
3年前，你我还能大战200回，如今你竟撑不过3掌。是可杀不可辱，杀了我。悲凉不过英雄迟暮，我今日不会杀你，今日也不必再战。欠你一条命，还你就是了。小王爷，你没事吧？长公主，小王爷没死。长公主，长。
东主，照顾好老爷。小王爷，伏法吧。陆可，我们相识十年，曾经共赴战场，你很了解我。你觉得我会谋反吗？你擅闯王宫，意图行刺陛下，是众人所见的事实。请恕陆科，只能依法纳人。这根本就是个阴谋。燕王忌惮我功高盖主，与楚北杰狼狈为奸，设下圈套，要铲除我晋安王府。陛下有令，内贼何暇欺君叛国，杀无赦。半天水路就可以上岸了。
别乱动，伤口会裂开。伤口太深，附近没有医者，再不处理会死的。来，喝两口，可以止痛。是谁伤了你的？这是你的。你究竟是谁？鱼烤好了，王。公子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？哦。那个谁，姑娘，吃点东西吧。挺好吃的。你伤得太重了，然后那个我们家公子呢，给你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啊。你吃点东西，有了力气，咱们才好上路。回头给你找个好医者。啊？不是，公子，跟他说了半天话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该不会是个哑巴吧？哑巴？啊？挺有意思，我突然有点喜欢你这种不自量力的反抗。不管你会不会说话，有一点你给我听好了，既然我救了你的命，你的命就是我的，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懂吗？
撤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渴了，想喝水是吗？默然，怎么了？哦，他渴了，想喝点水。这个姑娘伤得太重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。我先给她抓几副药吧。好，请啊，请。王爷，这是陛下的八百里加急，已经第十封了，催你即刻回宫。默然，你留下守着他，吩咐医者用最好的药救治他身上的披风是何家的，一定让他醒来，我们才可以知道真相。王爷，这女子十分的古怪，她要再逃呢？不用打，暗中跟着她，一定不能让他死，他有可能是我认识的人。臣楚北杰叩见陛下。爱卿不必多礼，快快平身。此次你单骑入大燕长子城，以进为退，不费一兵一卒便剿灭靖安王府，实乃大功一件。陛下，剿灭靖安王府只怕言之过早。此话怎讲？靖安王府何胜已死，就连靖安王府不是已经被慕容素一把火给烧了吗？何胜虽死，但小靖安王何暇至今下落不明。臣虽侥幸拿下靖安王府，但蒲坂城一战，他确实胜得实实在在。比起年事已高的何胜，何暇正值壮年，更具威胁。臣已命人四处搜寻。不过何暇再也不可能为大燕效力了，虽有余患，不足为虑。如今大燕没有了靖安王府，就好像老虎没了爪牙，雄鹰没有了翅膀，
已成岸上的鱼肉。楚北杰，你应该尽快的还军，准备下一次北伐了。陛下，北伐方式再兴战事，只怕与民生不利。这些年来，我大晋周围战火连连，军费开支巨大，百姓劳民伤财，苦不堪言。况且，如今晋阳王府已除，大燕与大晋再无隐患。臣，请陛下保燕晋百姓平安。你是想说，我明明与大燕约定，只要铲除了晋安王府，我便与大燕修好。怎么没有信守承诺，出尔反尔？臣不敢。我已经给了他喘息的时间和机会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约定，如今你早已经在燕王的王宫中拿下他的项上人头了，而不是在这里跟我说什么民生疾苦。这是你该操心的事情吗？臣请陛下三思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远道而来，只怕车马劳顿，尚未思及破敌良策，所以才出此言。恳请陛下多宽限时日，从长计议。车马劳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。寡人问你，你战中临阵变卦，行事乖张，之后寡人10到800里加急命你归朝，你置若罔闻。寡人对你这一仗提心吊胆，操碎了心，你该当何罪？请陛下息怒，大将军才立下大功，不赏反罚，恐怕难以服众。不如陛下让将军戴罪立功。好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给我回去好好的面壁思过，想一想你的战术战略，准备下一次北伐，否则你就提头来见。退朝！退朝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进。王爷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末将失职，让那个姑娘给跑了。她身受重伤，怎么可能从你眼皮底下逃走？都怪我，她半夜溜走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了。我心想，她伤得那么重，以为不用看得那么紧，就一直远远地跟着她。没想到走到一个树林里头，这树林就像个迷宫一样，我走到哪儿都是死路，绕了好几圈，怎么绕都绕不出去，足足在树林里被困了一夜，直到天亮大雾散去，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很轻松地走了出来。王爷，难道这个姑娘会施巫术？你还记得当初在蒲坂城外那一战吗？记得，那一次也很邪门。如果没有猜错，这位姑娘很可能就是当初在城墙上以琴声指挥战况，相助于何侠的那个高人。末将失职，这么棘手的女人让她给跑了。王爷，请王爷恕罪，我这就加派人手追查她的消息。起来吧。即便是我也没料想到竟然是她，她有如此本事能从你手里逃脱也不奇怪，你不必自责。可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应该也是五老峰吧？不管是他还是从陆柯手里逃脱的何侠，我们都不用追，该来的自然会来。我楚北捷在那里，他们就会去那里。哎，你人慢用。伙计，哎，来碗茶。好嘞。哎，就来啊。哦，他们贴的什么呀？又要征兵了呗？前阵子不刚打了吗？怎么又要打仗了？打仗不死人呀，上一次不是打死了吗？这次不得补上缺空啊。太可怜了，当兵太可怜了，说没就没了。当兵的可怜，老百姓就不可怜了。先是征兵，接着就是征税，等着吧。客官，招待你的茶，不得日子还在后面，不凉不热，刚好入口。谁说不是？健康城有一个花家，虽然不是皇亲国戚，不过丝绸生意做得很大，算得上是富甲江南。他家有一个独女花小姐，为人知书达理，品貌端庄。怎么，将军已有心仪的姑娘了？算是吧，我年少的时候见过他一面。没想到大将军也这么会开玩笑。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？我原只知我大晋陛下专情，王后再三劝谏，他才封了一个张贵妃。没想到大将军也是个痴情种，年少时见过便想念至今。老夫惭愧啊，不知是哪家千金有这个福分。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是常事。好，那位花小姐每月十五会在对面的静思楼焚香抚琴，今日我特意邀你来这里，就是想让你听听花小姐的琴声。正所谓琴如其人，
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位姑娘的品性。太尉若不做官，做个媒人也很像样。可惜，一心二用，极易不精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的好小姐。成哎呀，你们都下去。哎呀，你就别再使性子了。哎呀，你赶快坐下弹琴，别再想那个陈公子了。这次为你保媒的是那个太尉大人。那个楚北杰那是太后的义子，当朝大将军呐，我们是开罪不起的。你呀就好好坐在这儿弹琴，别紧张，就跟平常一样。哎，我在门外替你守着，有什么事你叫我就好。好了，听话了，小姐，快弹啊。好好弹琴，听话啊！听到了吗？定是花小姐在弹琴。我原以为商人家的女儿即使会弹琴，也只是附庸风雅玩玩而已。没想到这位小姐琴艺如此高超，当真是我小看人家了。这位花小姐可曾去过域外？花府世代在中原为商，倒是没有听说过有人去过域外。可这首曲子是来自域外的龙槊，中原之中很少有人会弹，不知这位花小姐是如何习得？这个呢？将军，你要去哪儿？这琴还没听完呢。知音难得，北杰想见一见花小姐。是不是要与大将军楚北杰相亲？是。你
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上人，不愿意嫁给楚北姐？是是。你的陈公子现在正在半山寺的河边等你呢，你赶紧去吧。好。可是我还要弹琴。这琴我替你弹，你赶紧去找陈公子商量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陈公子派来解救我的。对，赶紧去吧。多谢大侠成全。他不会死了吧？没死，只是昏迷而已，赶紧走吧。走走走，就走。绕梁之音实难得，曲中分明愁云雨。小姐琴声绝妙，世间少有，但为何隐隐感觉有忧愁之意？这首龙槊本是昭君出塞思念家乡做的曲子，自然会流露出身在异乡忧愁的感觉。心哀而歌不悦，琴如心声，姑娘心中也可有忧愁。弹者本无心，听者徒伤神。人世间谁不忧愁？倒是不相干的人，又何必去打听别人的心思？我看公子倒是懂几分音律，可惜为人却轻薄了一些。很厉害的一张嘴。在下楚北杰，今日有缘，不知能否一见小姐芳容。我知道你是大英雄，多年来驰骋疆场，为大晋立下赫赫战功，可你我素昧平生，又是孤男寡女，没有外人在场，今日怕是不便相见。小姐此言在理，今日无缘跟小姐见面，北杰也不强求，他日必定到府上头铁拜会，届时还望小姐赏脸一叙。楚北杰告辞。将军留步，小女子有一个问题在心间萦绕许久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今日见了将军，不吐不快。什么问题？蒲坂之役，将军不战而败，颇有蹊跷，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没想到小姐身处闺阁之处，却知晓天下之事。只是家父知识渊博，我略有耳闻。楚某愿闻其详。蒲坂之役，靖安王府以8000对将军100000，却能得胜回了长子城，当日就被燕王判定了谋乱，顷刻之间靖安王府就被剿灭，这两者间似乎有些关联。花小姐的心思似乎和旁人不一样。若是小靖安王何霞没有死，你还会杀他吗？有不杀的理由吗？当然有。我相信将军灭杀靖安王府，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，而是为了燕晋之间的百姓免受战乱的灾苦。如果燕晋之间真的能如约不战，那靖安王府的牺牲也算是有价值，将军也算是福泽苍生的英雄。可我听闻大晋正在第二次招兵，准备北伐，若是不能阻止，将军便是滥杀无辜。你每再多杀一个燕人，就是增加了燕晋之间的仇恨。现在大燕已经没有了靖安王府，楚北杰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？
果然是你。我知道你不是个哑巴，可我却没想到你如此伶牙俐齿。威震天下的镇北王，想要打扮成一介富贵公子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打探王府的消息很难吗？你真的很聪明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蒲坂城一战在城楼上以秦英为令，指挥作战的幕后高人就是你。跟我谈判，你可有备手？这静思楼已经被我安排的弓箭手包围了，若是你一个人出去，万箭齐发之下，绝无退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只要大将军给我一句承诺，放过何霞。承诺？你的意思我已经输定了。你的伤好了吗？你真是个麻烦。小晋安王，又见面。刚才那个姑娘是你什么人？你不配知道，我晋安王府没有怕死的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走吧，我只放你这一次。为什么？你也不配知道。难道是因为他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还不走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。楚北杰，你记住，今日你不杀我，来日必后悔。刚才那个人呢？如果你真的有弓箭手，
今天的胜负可能就不一样了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如你所愿，我放了他。你胆子真大，敢一个人过来找我，当真不怕丢了性命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。一己孤勇，走投无路了吧？你那么想救别人，你得好好珍惜自己吧。我说过，既然我救了你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准死。还有什么花招，全都给我使出来。倦鸟归巢，日之西矣。这再美的风景，也不过是转瞬即逝。今日之美，明日不再复得。你还在为何暇担心？将军见诺，放走了小金安王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就这一次，我是为了你。将来的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将来的事，谁又说得准？将军居然用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俗了点？你小时候可曾和你父亲去过域外？我只是金安王府的一个侍女，从小就在王府长大，并不知道自己爹娘是谁。老王爷和长公主虽然是我的主子，但是我内心也有僭越本分的想法，想以主子为父母。今日我虽然感激你不杀我家少爷之恩，但是你对静安王府做的一切，我绝不会原谅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一样会杀了你。即使没有机会，我也会给你制造机会。我可是期待着每一次见你。那小女子，先谢过将军。你看起来不太像一个普通的侍女。是吗？我衣服弄破了，既然要谢我，拿点诚意来。你身上还要带着金线？是啊，我们家少爷小时顽皮，衣服不是蹭这儿了，就是蹭那儿了，所以我会带着针线，时时刻刻替他缝缝补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习惯了。何霞真是好福气，身边竟然有一个聪慧忠诚的贴心人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我们家主子对我有恩。我也只是报恩了。
说起来，我也有个这样的人，只是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报答他的机会。我怎么下去？自己下去吧。原来将军带我赏风景是假的，抛弃我倒是真的。好吧，看在你替我缝衣服的份上，我送你回家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这快点，都齐了。老爷，华府上下的人都到齐了，赶快四周，快去把小姐找回来呀！是，快，快去找小姐，快！草民花福全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呀、啊！哎呦喂、哎！花老爷请起。哎，好好好！哎呦，带上来。这将军，王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这句话花老爷不该问我，问问你的爱女吧。女儿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快跟我说呀！你是不是被奸人掳去了？爹没有，不是。那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快说呀！你快，不就是偷偷会了几个情郎吗？有什么不好讲的？哎呀，你难道去见那个姓陈的去了？啊，你去了还是没去呀？你快说。去了。哎呀，造孽呀！王爷将军呐，我跟你们说，这都怪草民这个教女无方，以后一定好好教育她，还望王爷这一次一定饶她一命啊！王爷，既然花小姐钟情于陈公子，不如花老爷就把花小姐许配给陈公子，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不能，这他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啊。我可以不追究花小姐，但花老爷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好，王爷，只要你答应饶我家小女一命，我一定感恩重谢。啊，有花老爷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带上来。带上来。花老爷，这桩事很简单，你不必赴汤蹈火。从今日起，这位姑娘，她就是你义女，你要好好待她。三日之后，我会回来这里接她。期间若有任何闪失，我会要了你的性命。哎呦，要走今天就走，为什么要等三天？祸及他人。你要是敢逃走，花府上下满门抄斩！将军饶命啊！将军饶命！
将军，将军难道是滥杀无辜之人？是不是滥杀无辜，并不取决于我，是你。你瞪我的样子，别有风情。还跑吗？说起来，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，我却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没有名字？既然这样，我帮你取一个，跟我姓楚好不好？白娉婷。白娉婷。白娉婷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随意进出。是是是。将军，将军慢走。娘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莫慌啊！我去，我去。姑娘，就算我求你了啊，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、什么来头，将军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们花家了，你就关系到我们花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的性命啊！我只求你能够安安稳稳在这儿平安度过这三天，到时候我们花家一定，我一定倾囊而出，我给你重金聘礼，然后风光出嫁，姑娘你看如何？你说楚北杰要娶我？是。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在我们大晋，如果一个男人想真心娶一个女人，会在婚前为她连守三夜。是啊，姑娘。真的是你，白娉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去去去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！走走走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娘吧，她病得很严重。快救救我娘吧，她病得真的很严重。我把这个给你。哎呀，闪开闪开，那个女人沾染了外人的瘟疫，我们是不会救她的。难听死了！那你教我呀。我不会，但我娘弹得比你好听。你娘？对，她是世界上弹琴最好听的人。胡说，我爹爹才是世上弹得最好听的人。爹，你看，我捡到一个小男孩。
去！月儿，东方天有异象，大星如月，众星随行，百煞退避，煞气冲天。月儿，快走！爹，你别害怕，他只是个小男孩。给。出半城城守栾树给秦安王请安，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？白姑娘早有来信，说王爷一定会来到蒲坂城，末将一整顿蒲坂城守备，招募新军，这几日在蒲坂周围巡逻搜索，早些迎接王爷。哎，白姑娘没和你一起吗？娉婷姐姐已被朱北杰擒去，现在下落不明。金燕早有耳闻，几日巡逻多次交手，还请王爷早日随我回蒲坂城，以避免危机。等等，娉婷既然知道我会来蒲坂，为什么她反而在禁地出现？白姑娘，她对少爷忠心耿耿，她以身涉险，想必是有她的用意吧。那朱北杰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但以白姑娘之聪慧，加上沿途有她自己的暗探接应，想必一定有办法脱险。少爷，我们赶紧带兵去救娉婷姐姐吧。去蒲坂，北军。是。啊。春日迟迟，惠母凄凄，仓庚萋萋，采繁萋萋。夭夭草虫，惕惕复中。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既见君子，我心则祥。妹妹今日见到心上人，是否心神俱安？原以为白姐姐在午睡，原来专等着取笑妹妹呢。也难怪将军对姐姐一见难忘，这么着急想娶你回去当将军夫人。我身为女子，也觉得姐姐的一颦一笑确实与我们不同啊。也没问过我想不想嫁啊。姐姐，大晋上下哪有不想嫁给大将军的女子啊？若不是我早已心有所属，我也认她做英雄。姐姐难道不也是仰慕大将军的英明，才要带妹妹去弹琴相亲吗？如今啊，父亲收了姐姐做义女，那姐姐出嫁以后，我就可以经常去看你了。怕是难见得到呢。为什么呀？姐姐难道是嫌弃妹妹见识短浅吗？我虽然音律女功是差了些，可也是识文断字的呀。哎，对了，姐姐刚才念的那首情诗我就能听懂。
无非就是春夏之际四目情郎呗。出局讲的是国家多难，战事连连，为将者离家万里，不得不抛却温存岁月，儿女情长。若等到一日真的能凯旋而归，方知春日迟迟，家园如故。白姐姐，最近新到了一批好花色的布料，我们去挑选一些做衣服吧。你就要出嫁了，好歹我们家也是江南第一绸缎商，可不能就让你穿着这素淡白衣吧。哎呀姐姐，你就出去走走嘛，自打你被镇北王送回来，你都没出过这个屋呢。哦，也好，我们走。哎，大将军有令，小姐出嫁前不得出屋半步。近日赐婚圣旨就要到府，你们想让白姐姐没有嫁衣可穿吗？女儿家出嫁有多少东西要准备，要是白姐姐上不了花轿，岂是你们能担待的？我们走。好了，你也别为难二位君爷了，等将军到了再做斟酌。若是娉婷在这花府内有个长短，他们也是要担责任的。哎哎，姐姐，这是娶亲又不是拘禁，你天天这么不见天日是要生病的。还有你们，你看看你们都快把我们家围成个大铁桶了，还怕白姐姐逃出去不成啊？让开。怎么办？快去通知木然将军，夫人向织造坊方向去了，需不需要加派人手跟着她？是。请。将军，请。将军，你。将军，好好好，哎哎，王七、王八，都下去吧，都下去吧，啊！是是是。这是我们王爷的更帖。哦，一切就有劳花老爷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所有仪式一切从简，纳吉纳才请期问明，今日全部完成啊！三日之后我们便来迎亲。我们是从军之人，礼数不周全的地方，还请花老爷见谅。哎呦，见了见了见了，不敢不敢。这个换女代嫁真的没有问题吗？王爷要娶的是白姑娘，啊，陛下让她娶的是花小姐。是是是，所以白姑娘必须是花小姐。是你花家之女，既然已经认了干女儿了，何来换女代嫁一说？哎，将军，话虽这么说呀，但是我花家，我楚墨然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花家是三代绸缎皇商。三代。你是想背靠大树好乘凉呢，还是唯命不尊？你应该懂得其中的厉害吧？懂。墨然将军。可有什么异样？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们未来夫人的心思难测，你带人给我盯紧她。赐婚圣旨一会儿就到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事情。是。小姐，哎，白姐姐，你看这些都是我种的花，还是第一次看那么好看呢。那边都是，还有那儿，好看吗？姐姐快看，他们都在布置呢，都在为圣上赐婚做准备呢。你喜欢吗？小姐，好，忙去吧。白姐姐，我带你上那边看看。好。白姐姐，我们家的院子是不是很大？看那边，那边就是画廊。你看那边的树，那是从外地运来的。这里所有的花草石器都是出自名匠之手，好看吗？白姐姐，白姐姐，白姐姐，走啦。好。白姐姐，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染房吧？你看，你再看那边，这些啊都是上好的材料，
所有的工序都是在我们这儿完成的，分工特别细呢。哎，白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成品出来了。喜欢吗？摸摸看。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丝绸，才让域外人想要与中原人投商。就是说，域外的人都喜欢我们这儿的丝绸，对不对？嗯。父亲也这么说，他说啊，要是有哪个大王能打通域外经济的命脉，就可以得天下了。九州行事，山川所宜，图者天命地兆也，古来为帝王道。请美人赐墨宝，题玉名。域外首府，富庶之地，有一日若打通中原与域外的通路，或通天山南北，到时商旅不必再经历千难万险、风雪之困，流徙之人回归故土。娉婷，你我岁月久长，你的一切愿望都同是我的愿望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姐姐，赶紧选鸡皮喜欢的布料，今天量了尺寸之后，就可以做嫁衣了。要是镇北王来了，也可以给他看看，他看你穿得这么明艳动人，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娘说了，嫁人呢是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，从此以后啊，幸福和忧愁就都交给夫君了。走。这华府已如铜墙铁壁，想要出去只在一种办法。我记得大晋习俗，那征礼时女子要送一套整洁干净的素衣给夫君做回礼。对呀，别担心，你的素衣早已经做好了。我能看一下我的素衣吗？当然可以呀。我还以为姐姐不想嫁给大将军呢。纸，赐婚圣旨到了，我还以为没这么快呢。姐姐，圣旨一到，你就真的是将军夫人了。应天顺行，受之民命。大晋制约，护国大将军楚北杰，文武并重，保国护疆，尽之栋梁，加封镇北王世袭罔替。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之婚配。兹闻大晋梁商花氏之女，娴熟大方，品貌端庄，与镇北王实属佳配。故下旨钦定其为镇北王王妃，择日大婚，令赐珍珠石斛，以彰圣眷。草民谢恩领旨。哦，好好好。来，啊，花老爷！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敢不敢！哎，花家老爷，啊，你现在可是王爷的老丈人
哦，按身份地位自不必以前了。哦，咱家要是扶一把，还不沾了沾花家的喜气？哎呦，是不是？该沾该沾该沾！哎呦，喜气喜气啊！哦，王公公啊，那个好说好说，意思意思啊。王爷，默然给你贺喜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花府上下统一口径，圣旨也送到了，一切顺利。王爷，咱们王府的礼队马上就到了，就等着你行纳彩礼，互换更贴。王爷，这事儿过了以后，只要府里的卫队严密把守，这事儿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。我不关心这些俗务，我问的是他。白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跟花小姐去做嫁衣了。饮食可如常？心平气和，绝无他恙，看起来并无异常。只是怎么府里的卫队截下来一只放飞的信鸽，像是白姑娘驯养的。信纸上写了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止战。止战，这两个字是给我看的。这女人哪里是要乖乖嫁我，分明是来给她的主子做说客的。那也娶。白姑娘，王爷命默然给你送来了礼物。羽翼已减，他再也不能飞了。王爷让他留下给你做个伴。多谢王爷。吉时已到，礼。大胆！你可知我是谁？偏你沉于堂上，李霞排在院中。今日我是镇北王妃。大晋喜族，这是我要为夫君亲手穿上的素衣。夫君，这句话听你说出格外动听。这颜色是娉婷自己挑的，夕阳的颜色。愿将军每当仰首前行，便顾及归途。听说，大晋再贫苦的女子
都会攒上一块好布料，在新婚之时为夫君穿上，只愿共度晨昏，一世白头。无奈将军威武，一战便能要了千万女子丈夫的命。好，王妃如此费心，本王也有一件礼物相赠。琴有九德，曲通心声，此琴名为凤筒，声音空灵，愿王妃忘忧。若不是燕锦交战，你定是个知音。可惜了。姐姐，娉婷，娉婷以后怕是无法再带安静了。王爷，苏衣有毒！有毒！急请霍太医，镇北王府来人急请。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！霍太医，霍太医，快说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？镇北王在花府被投毒？好像是王妃她，不知道是不是王妃她，是王妃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大的事情你通报成这个样子！镇北王可是大晋的肱骨之臣，你这分明是要王后娘娘病中忧心。臣妾愿替王后娘娘前去探望。你是大晋的镇北王，你的身子最为重要，还是先让霍神医给你施针吧。闭嘴！王爷，滚出去！谁敢再进来，我杀了他！他怎么样？王爷，放宽心吧，毒已经趋尽了。这施毒之人呢，必定是个放毒高手。若黄藤和乌草再多出半毫，这姑娘的性命恐怕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来，王爷。
什么事儿啊？这！老爷，你看我们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要是镇北王在咱们府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三长两。呸！我做夫人呐，这丧气话可不能说呀，你知道啊？哎呦，气死我！哎，爹娘，这个是白姑娘离开染坊前交给我的，她特意叮嘱我说，午后才能打开。午后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，午后什么午后啊？赶快打开吧！哎呀，这事儿你看，这什么呀？这。罪在侍女，罪在侍女。爹，这罪在侍女什么意思啊？罪在侍女，侍女。哦，哎呀，我明白了。这什么王，在咱们家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可以把白姑娘说成是咱们府上的侍女，是她蓄意下毒，而且她是个奸细。虽然咱们花府有这个查人不明的罪，但是咱们罪不致命啊。更何况那个白姑娘本来就是他镇北王带来的人呢，跟咱们花府没有半点关系呀，是不是？谢老爷，老爷，又有什么事啊？宫里来人了。哎呦！花府恭迎贵妃娘娘。镇北王在哪里？镇北王在。带我去见镇北王。啊，好，带你去见镇北王。走，这边请。霍神医，王爷怎么样了？王爷和姑娘二位均无大碍，你放心吧。有劳神医了。在下告辞。请。竟然敢在染料里下毒！你想死，跟我说就可以了。我不会嫁你。请镇北王。这边，镇北王。蓦然见过贵妃娘娘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下去，赶紧的，走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北京，是我，你怎么样了？北京，你开门啊！北京，你听到了吗？北京，你想杀我？是因为你不想嫁我，还是你想为晋阳王府报仇，或者你想给那个需要你出谋划策的无用之人守贞？现在就可以。如果你不杀了我，我就一定会娶你。
看来你也舍不得杀我。楚北杰，楚北杰，你开门啊！楚北杰，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？北杰，王爷，贵妃娘娘她生气了，走了。那可是贵妃娘娘。这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能笑？我困了，我想再睡一会儿。既然贵妃娘娘来过，明天就一定会继续查。你的身份就有暴露的危险，华府不能再待了，等你体力再恢复一些，我们一同回镇北王府。那也得等我睡完这一觉再说。一个时辰前想杀死我的女人，身上的毒还没退尽，现在居然若无其事。白冰婷，你并不是真的想杀我，又不想嫁我，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我觉得和你勾心斗角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谁的布匹，谁的染料，谁裁的素衣，王爷王妃都中了毒，必是你们中人所干。给我打！不是我下了毒了，干嘛打我呀？不如我死里打！今日要是查不出来凶手，谁也别想踏出这个院门半步。老爷，打了！说，谁敢给镇北王下毒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件素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从头到尾都是白姑娘自己做的。停！贵妃娘娘，我什么都说，我跟你说实话。那个镇北王，他是殿下，他亲自把白姑娘带进我府里的，而且是他强迫我，强迫我收她为义女的。胡说八道！继续打！没办法，老爷，不要打了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快把老爷扶起来！北杰，北杰，老爷！哎呦！哎呀，没事吧？冤枉啊我！哎呀，北杰，北杰，你怎么样了？毒清了吗？你这是干嘛？失毒之人未找到，华府不能轻饶。今日是本王和王妃的纳征日，是我自己一不小心沾染禁毒，这和他人何干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什么义女？什么白姑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娶的王妃到底是谁？我娶的，自然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北京，你自长子城回来之后就变了样子，到底是什么让你？请娘娘你自重。默然，贵妃娘娘请。
经那么无情。金贵妃娘娘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身份？好，你既然那么重视我的身份，就不要与我为敌。回宫。